我们台上的这位美女，她不仅具有着西方女性特有高贵典雅的气质，更具有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女性的一切美德，可以算得上是兰心蕙质，秀外慧中。她呢，就是今晚的一号女主角，咱们漂亮的新娘钱婷婷小姐，鼓掌不用花钱的，来点掌声鼓励。今天晚上回到了家乡泰州，也是格外的娇艳动人。此刻呢，钱小姐，请问面对着我们女方的所有亲友，有什么样的话要对着大家去讲？大家晚上好，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就是要感谢大家今天能够在这么忙的新年期间里面能抽空来参加我的婚礼，然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亲人这么忙帮我筹备所有的东西，非常感谢所有的人，谢谢大家。咱们的新年说的好不好？好好好，非常感谢。那接下来呢，我就要给各位隆重的介绍一下站在我们新娘身边的这位帅气的小伙。这位小伙呢名叫吴松柏，他的老家呢在我们的祖国宝岛台湾，他跟我们的新娘同在新西兰攻读大学，在我们的奥克兰大学同学，并且相识相恋相爱，直到最后呢携手步入了人生美好的婚礼殿堂。那今天呢，吴松柏先生当着所有我们女方亲友的面，也请您向各位表达一下您此刻的心情。大家好，首先感谢所有的亲朋好友，你们能够在百忙之中拨空来光临我跟婷婷的这个闺门婚宴。然后我要真心的代表我们全家对各位就是感谢多年来对我们的那个的照顾还有支持还有爱护。那我们用最真诚的谢意献给大家。然后还有感谢所有的亲朋好友答应就是让钱婷婷这么一位美丽的大方的很好的一位，然后就是托付于我。那对，就是谢谢大家。那今天就祝大家吃好喝好玩好，我们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难忘的夜晚，谢谢大家。谢谢的朋友，此刻呢，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新郎官呢，吴松柏先生，他的老家呢是台湾，一直呢生活在新西兰，所以呢国语他说的很少，但是在刚刚开场的这一段，他能用如此流利的国语向各位朋友表达他的这份心意，足以看得出来他和我们新娘这份诚挚的谢意。那此刻呢，我提议咱们全场的朋友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来自我们祖国宝岛台湾的新郎吴松柏，好吗？好好好，刚才可能拿我们的新郎官有点为难了啊，这个国语讲得比较的吃力。我知道英语呢你是格外的在行，在那个新西兰跟我们新娘共同生活的期间呢，二位都是用标准的英语在相互的交流。那今天呢，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啊，请您当着所有来宾的面把
把您内心最真挚的一句用英语送给漂亮的妻子，来转过来，这一句一定要非常大声，好不好？来，让所有的朋友都能听到您的英文的真爱宣言。 I love you, I love you。 非常感谢。好，新郎用一句流利的英语 I love you 向新娘表达了他的这份爱意。请问钱婷婷小姐，您收到了吗？收到。看到了，新娘脸上也乐开了花。那今天是咱们女方的主场，所以呢，我们的新娘您应该主动一点，当着我们所有女方亲友的面，现场答谢一下这个帅气胖胖可爱的新郎官，好不好？来，所有的朋友，让我们邀请我们的新娘吻新郎，好不好？台上一对幸福浪漫的爱人，从此刻开始呢，你们就成为了天下最幸福、最美满、最甜蜜、最恩爱的一对。那接下来呢，吴松柏先生，请携起您夫人的手，在我们的烛火台前，共同许下最最美好的新婚愿望。请我们的二位新人在我们的烛火台前共同许下你们各自的新婚愿望，稍后呢，我们将给大家来现场揭晓。希望你们在这美好的日子里都能够好梦连连，好梦成真。